新闻咱继续来看，河北镇公所办理模范儿童的表扬活动，由镇长林根仁亲自颁奖表扬镇内的七间国小，总共185名的模范儿童。为着庆祝儿童节，河北镇公所举办模范儿童的表扬活动，来自镇内七间国小，总共185位学生聚集做伙，甲亲人共庆一个公营的节庆。好，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啊，你这边吃阿林呢？啊，真欢喜吼，看到啊，这啊两三百位的学生伊那呢，啊，伫因学校啊，成绩拢非常的好吼，啊，吼咱。老师甲啊校长的提拔，啊今仔来咱公所礼堂这边遮啊阿林呢啊代表河北镇啊来甲因恭喜吼，啊嘛希望因啊认真的学习呢，以后啊伫因啊各行各业呢拢会用呢啊有杰出的表现，啊来贡献予咱的国家。啊伫这边遮阿林嘛祝因啊后盖呢啊这个学业呢可以啊蒸蒸日上吼，啊金榜题名。林建林亲自颁奖肯定这挂得奖的模范生代表，也希望囡仔会当继续努力向学，培养良好的品格以及好学的精神，也祝福所有学童未来学习之路会当更加平坦顺利。大中华新闻叶鹏武何必彩虹报道。